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还有个弟弟，每次放月假都会来我住的地方蹭饭，最爱我做的咸蛋黄鸡翅，次次都吃到舔手指。今日份能量，咸蛋黄鸡翅。油热放入鸡翅，把鸡翅煎到金黄，再复炸一遍。咸蛋黄的部分，我直接用了李子柒家的蛋黄酱，可以不用蒸和捣碎了，加上鸡翅翻炒，均匀的裹上蛋黄酱，夹起一个，外酥里嫩，满满的咸蛋黄香，还带有沙沙的口感，它一次性吃个五六个都没有问题。